我们一起拍一张，可以。不行，上我吗？不是，那不是，那不到我这边挡你，我那个手。哎呀，这是在故意排挤我呀！你怎么高了往再低点？不是你这样把它卡回去。李组长，他叫我了，他叫我了，这是原谅我。来了，麻烦您帮我们拍张照，谢谢。 来来来来来，好，行了吧？哎，记得发给我，回头发给大家。好，谢谢组长。那个白先生啊，早上的事儿呢，是我考虑不周。您，那个组长，别动。麻烦您拿着这个咖啡。 我拍张照。咖啡再上一点，再高点。脸旁边。哎，可以，高一点。这是要还原作案现场。在你的旁边。这下部长交给我的任务终于完成了。谢谢组长。